4月16日凌晨，陈羽凡发视频称，2015年已与白百合协议离婚，为陪伴家人和孩子成长，将无限时退出娱乐圈。但网友发现，2015年11月14日，陈羽凡在参加某电影首映礼时，仍在以白百合的话题秀恩爱。他表示，白百合很早之前就喜欢周迅，今天拍戏没过来，请自己一定要抱抱他。面对羽泉被解散的传闻，白百合还转发微博力挺陈羽凡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你们做到了。然后陈羽凡和白百合互动，表示厮守是最简约的交代。